到底有没有原生家庭。我跟大家说，原生家庭啊，它其实是一个传承的这么一个概念。那么另外有一个词我们叫做遗传，那我们会从父母那边啊会传来两个数据库。那么第一个是物质的数据库，就是我们的 DNA 体系，基因体系，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应该认可，对吧？那么还有一个精神的数据库，就是我们的三观呢，我们的这种每一天的行为模式啊，包括我们的这些反应模式等等等等。那其中其实有大量的东西就是来自于原生家庭的创伤。所以如果说你承认遗传的存在，承认传承的存在，那我告诉大家，原生家庭1%是存在的，并且这个东西啊，它的重要性远比你想象的还要重要10000倍以上。我看很多人都在讲原生家庭，那么我今天啊，争取用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比喻啊，把这个事儿啊特别形象的给大家来说清楚。那么欢迎来到松明讲心理的频道。你看现在马上我们就要步入新的一个时代，叫做 AI 时代。 AI 时代啊，正在这种方兴未艾的发展。比如说我们要制造一个机器人来负责打扫我们家里的卫生，做家务。那么一开始的话，为什么这个打扫家务的机器人它制造不出来呀？因为它要建模呀，它要建一个数据库，它要建一个信息流，它要采集啊大量的这种高质量的数据，以及设计这种相应的反应模式。就这机器人它应该是什么反应，它怎么样去辨别，怎么去认知，这些东西啊都是需要建立大量的模型。那这个 AI 机器人其实它最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个建模的过程。但是建这个模呀，我告诉大家，可能要耗资10年，可能投资要100亿美金。那现在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孩子生下来的那个模在哪儿呢？是谁告诉他这个时候你应该这么反应，那个时候应该那样反应？那这个孩子基本的模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呢？很多人都在争论，到底人之初性本善还是人之初性本恶。那么想知道这个答案，你继续往下听，我相信你就能知道了。那么首先大家记住，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啊，他可不是一张白纸啊。所以我严肃地提醒大家，每一个小婴儿出生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智慧生命体啊。你们知不知道这个比现在的 AI 要复杂多少万倍呀？那请问，这么一个高度发达的智慧生命体，它的这个模是谁给它建的呀？一个普通的家务机器人可能建个模都得要100亿美金。那我们这种智慧生命体，你要去建一个模，10000亿美金不算多吧？那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花10000亿美金。那给我们建这个模的是谁呀？就是原生家庭。从妈妈开始怀孕，我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接受着大量的原生家庭的各种各样的数据包了呀。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价值10000亿美金的一个数据和一个信息流。那我们在这个价值10000亿美金的数据包的基础上，才开始了我们人生的探索和学习。所以啊，当你了解了这个东西以后，你说原生家庭重不重要啊？原生家庭对我们的重要性啊，其实是10000亿美金这么一个级别的重要性啊。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当下一念万重时空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这种反应模式里边，其实在你出生的时候已经建了很多的模，你爸爸的模，妈妈的模，爷爷的模，姥姥的模，曾爷爷的模，曾祖父的模，甚至啊，我告诉你可以追溯到几千年，祖祖辈辈的那个模都影响着你现在的行为模式。那我说到这个地方，我要告诉大家一个结论啊，原生家庭深深地影响着我们。有一句话叫做生而不自由。你听很多人都说啊，原生家庭不重要，我们是可以走出来的。那我告诉大家，很难，几乎不可能。那怎么办呢？其实唯一真正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首先要认可这一点。
我们就是在一个价值10万亿美金的这么一个模的基础上跑出来的。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模呀，了解10万亿美金的数据库里边到底它写了什么程序，让我们今生摆脱不得啊。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为什么总是没有财运啊？为什么我总是重复这样的行为模式啊？我的身体为什么总是不好啊？这个价值10万亿美金不知道是多少个亿 T 的这么大的一个数据流和信息流啊，几乎决定了我们人生90%以上的事儿，甚至还有更多。你要去看见了它以后，你才可以去改写这个东西，进而去改写自己的命运，因为那才是生命真正的密码呀，包括我们现有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我总结一下，原生家庭的数据库从来源来说包括两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是物理的生理信息体系。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会说，你看这人骨子里就好坏呀？什么是骨子里啊？骨子里是不是指的就是我们肉体的这些基因呢？就是 DNA 系统。那么这就是来源于祖先的家族的这种世世代代的传承下来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第二个我们叫做精神的信息体系。祖先家族里边的信息，精神上的信息啊，这些遗传的信息里边有大量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他的这种应激模式，他的观念体系，他的传统习惯，他的信念，包括他的行为模式。那么这些就是精神的这种信息体系，同样会传给我们，这同样也是来源于祖先的家族。那么这些信息里边到底有哪些部分的传承呢？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内容构成来讲，就是它至少啊有6个部分的传承。但我告诉大家，远远不止这6个部分啊，只是为了简化，我们先讲这其中最重要的6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我们叫做欲望。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你对某个东西特别有欲望，但是对另外一个东西你特别没有欲望？你看有的时候你为什么对这东西特别执着啊？为什么对这个东西啊你朝思夜想，但是对那个东西你不屑一顾？为什么呀？那我跟大家说，这种欲望体系很多东西都是来自于原生家庭祖先的传承啊。你要知道，欲望是很多的，人的欲望很多，所以原生家庭对人的影响力真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啊。那么这是第一个，欲望的传承。那么第二个我们叫做信念体系。信念体系就是你的认知，你因为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你认为这件事他不应该那样做，必须得这样做，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你会非常的执着的认为这个世界就应该是这么一个道理，就应该是这样，非此不可，你认为绝对绝对不可以改变，是绝对必须的种种的这些信念。那这个东西对生命的决定因素是巨大无比的，但是这个信念又是来自于咱们的原生家庭，来自于我们的祖先的传承，来自于我们童年的经历。所以原生家庭已经传了2个东西给咱们了，第一个是欲望，第二个是信念。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个，我们叫做关系。那什么叫做关系体系啊？比方说我们的爸爸妈妈的婚姻关系，他们的夫妻关系，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比如啊，有这么一个女生的来访者啊，因为在她小的时候，她妈在外边有很多的情人，她就很讨厌她的母亲，她不想像她母亲一样。但是长大以后呢，她现实的生活啊，却跟她的母亲一模一样。再比如，也许啊，有的人会很讨厌她的父亲，但是你会发现呢，你的老公很像她。你会发现我们自己的夫妻关系啊，就很容易受到爸妈的这种夫妻关系的影响。甚至有的真的是一模一样，所以这就是关系这个东西，它也会传承过来，人之间的关系它还是会传给你。你可能会想，天哪，难道我现在的夫妻关系处理不好，是因为受到爸妈原生家庭关系的影响吗？那我告诉你，非常有可能。所以好好看看你从父母亲，留意你和他们有多少相似的地方，你们在生活包括待人接物的这种态度啊，甚至他们的个人习惯和他们的情绪反应，你可以去看一看嘛，有多少相同和共通的这么一个地方。那么这就是第三个关系体系了。接下来是第四个，
叫做身体，身体的一些东西也会传给你的。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啊？你看很多人都是有家族遗传的，对吧？那么这个家族遗传病就是原生家庭带给你的复制，带给你的影响。所以身体啊也是这种影响，其中也是非常神奇的。我跟你们说，我有一个来访者前天就跟我说啊，他说他的老婆啊得了这个乳腺癌，然后就去医院做手术，后来发现这个医生啊就是在几十年前给他奶奶做乳腺手术的那个医生。你们说巧不巧啊，得的是同样的病，还看的是同样的一个医生。就是原生家庭的东西有时候真的是神奇无比，无话可说的。那我们说了四个了，第一个欲望、信念、关系和身体。那么第五个部分叫做感受，就是你的恐惧、你的焦虑，对吧？你看有时候就算没有发生什么事儿，你那些莫名的恐惧、那些莫名的焦虑、你的各种情绪情感从哪来的呀？你以为是你当下做出的自然反应吗？我告诉你，有时候不是的，大有可能就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你的祖先在当下的这么一个反应模式，他也会给你传承过来。那么就是第五个了，你的这种感受。那么第六个部分是什么呢？叫做行为，就是小到你为什么是这么一个坐姿，包括你走路的姿势。有没有人说过你走路的姿势跟你妈一样，和你爸一样啊？那么这是小的方面了，大到你对某件事的这种行为反应，就是你的这种很多的行为模式啊，这件事你一定会这么去反应。大家可以仔细的去觉察一下，我跟你说这些东西又跟原生家庭有关。所以我们简单的罗列了六个啦，第一个是欲望、信念、关系、身体、感受和行为。那我告诉你，其实还有好多好多，可能60个、600个都不止。那么我简单的给大家开这么一个头，那么我就想告诉大家，这个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要重要10000倍。有很多的人他在现实世界里边去寻找问题的答案，结果一脸懵逼，怎么也找不到答案。为什么？因为我们找错地方了。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个课程来帮助大家找到让你人生困惑的真正的正确答案呢。所以原生家庭这个东西它最可怕的是在哪儿啊？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很多它给你复制过来了，所以一定要记住它一定会起作用的。有的同学说，哎呀，我好像有些东西不像我爸呀，我也不像我妈呀，哎，那有些东西我没有被复制啊。我告诉大家，别着急，在心理学里边有一句话，我们叫做越老越回归。就你年龄越大，你越会向你的原生家庭的这些东西靠拢的。所以你如果说你们现在开始学习，真的还来得及。无论是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夫妻关系，还是职场关系，还是你的金钱关系，或者说你的身体健康遇到的种种障碍，或许很多的答案啊，都在你的原生家庭。